大众请合掌。恭请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就天下太平之根本的学习呀，我们进入第七项如何落实家庭教育。好，那其中呢，我们分有九个小项我们先看第一条，家庭教育啊，最初当以敦伦敬分，贤邪存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本。又需呢常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那则家庭所出之人才啊，皆为贤善矣。那应主这一句啊，就点出来我们教孩子的纲领伦理道德五伦八德还有因果教育还有轮回的真相人知道轮回就不敢肆无忌惮的造恶了师长常常讲到我们老祖宗教育的智慧有祭祖祠堂有孔庙有城隍庙这个都是教育的手段呢祠堂呢叫孝道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祭孔呢叫师道尊师重道城隍庙叫因果那个城隍庙一进去三个大字你来了怎么又来了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呢老法师强调搞烦了不能再搞了不要再到阎王爷那边去报道了承德成长是在高雄我们高雄有莲池潭呢莲池潭上有龙虎塔真的那个龙虎塔里面呢就画着地狱变相图了所以小时候去的时候印象深刻看到地狱那些景象很敬畏很害怕了所以教因果教育就不敢作恶教孝道师道
孝道是伦理啊，教师道是道德啊，人呢、耻于作恶啊，有羞耻心。而且因果教育啊，当务之急啊，人的羞耻心啊要引发出来，他是明白伦理道德啊，他要明白有一个过程呢、但是因果教育呢，他不敢作恶啊，他一知道这个真相啊，他就能产生呢敬畏心了，所以因果教育为先呢。那这个因果教育当然目前在学校里面呢，怎么教会让不同宗教的家长接受，这个我们得拿捏分寸了，不然一教不同宗教的人就告我们在传教了，然后我们又会觉得我明明是 好心啊，怎么得到这样的结果？就很沮丧啊！那就别干了吧。我们觉得对的事情啊，不能因为任何的挑战、挫折而退缩。这个时代啊，要做好事啊，必遇磨难。这不是我讲的哦，我讲的大家觉得我在吓你们啊、了凡四训上说的啊，善事常易败，善人常得棒。就提醒我们了，因为要做一个好事啊，要去利益人呢、每个孩子有业力了，他的家庭也有业力啊，整个社会也有业力了，还有我们自己身上啊，自身也有业力。就像我们觉得对的事去做了，然后我们耐性不够，那就是我们的业力。遇到挫折了，我们容易退缩，那也是我们的业力。假如是愿力的话呢，越挫越勇，百折不挠。但我们相信啊，世事无碍啊，世事啊是好事啊，大家遇到挑战挫折的时候啊，一定要想到啊师长啊的墨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这老人家特别写出来给我们，为什么是好事呢？我们看李炳南老师说了，
困难越大，功德越大。啊，对我们来讲啊，诸位同道啊，遇到很大的困难了，是不是好事啊？没有这个困难，我们怎么突破退缩的习气呢？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常寂光土，一片光明，没有一点阴暗的地方，是吧？那我们的心呢，要跟一片光明相应啊。那退缩了，就有黑暗的地方。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啊，所以一片光明啊，没有阴暗的地方。所以李老给我们做很好的心理建设啊，困难越大，功德越大。假如觉得这个困难很大呢，转个念头，给我送了大功德了，来了。有时候啊，对自己要幽默一点，当然对别人也要幽默啊。遇到的困难越大呢，告诉自己啊，老天也很瞧得起我。瞧不起我就不会给我这么大的困难。这个也不是我讲的啊，这是孟子讲的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那当然哦，这一段话我们要全面了解哦。不能只是觉得哇，这个困难很大，上天给我考验了哦。可是这个上天呢，知道我们很固执啊，所以这个考验是让我们放下固执啊。结果呢，这个考验一来啊，我们不知道是要放下固执，越来越固执啊。所有的人都没人理解我，我也要这么干啊。增益其所不能，就是要锻炼我们不能的地方。锻炼我们缺的地方，锻炼我们要放下这个习气的地方，所以也要善体会啊，佛菩萨在安排什么，老天也在考我们什么。就像呢，我们已经忙得快趴下去了，可能在考我们呢，不要大权独揽呐，是吧？在提醒我们呢，要懂得授权呐。在提醒我们呢，不要完美主义呀。什么事情啊，要留一点人家学习成长的空间呢？所以我们要谨慎一点呢，一直成兵。很执着完美的人呢，就是那种目标导向，搞得自己很累，跟他一起做事的人都很累。累到自己都快趴了，别人还得
陪着他趴下。你看，一执着了，执着那个结果了，其他的都体恤不到了。所以事情呢，看起来做成了，目标达到了，所有的人身体都搞坏了，人心啊的积极性啊都被他指导的退了，怕了，好像做什么这不对那不对，统统推给人家推翻掉了。其实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不要控制啊，我们有时候一做事啊，这个控制欲啊容易起来了。这个一直成病啊，我们要慢慢去体会啊。实在讲啊，我们今天希望去做一件利众的事情，可是我已经产生执着了，真的能利益众生吗？我一执着了，我是妄心呢，妄心能利众啊，依报随着正报转，我的正报是妄心，是控制，是固执，那怎么可能依报会好？所以佛法这些彻法原底的道理啊，我们要用心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去体会啊。有一个故事啊，让我们去体会一下这个一直成病啊，一执着起来真的其他东西都看不到了。有一个小偷啊，他有一个天分，进到人家家里就知道金子放在哪里，这个天分也挺厉害的哦。结果他进到一户大户人家，白天呢，真的还能找到金子哦。但是大白天呢，当场就被人家抓住了，抓住了呢，就把他带到衙门去了。这个县太爷一接这个案子很纳闷了，就问这个小偷了，这光天化日之下你到人家这大户人家偷金子，你不知道旁边有人吗？他说有人吗？有人吗？我只看到金子而已啊。真的哦，人一执着起来啊，其他的都感觉不到了。就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比方说孩子贪吃。我没看你怎么又给我贪吃了，就执着呢要止住他的那个行为。执着点起来了。其实有没有感觉到啊，他为什么贪吃，你感觉不到他的心呢？你骂他的那个当下，你感觉得到他的心吗？其实我们一执着起来，就很容易起贪嗔痴啊。你看嗔恚心起来了，就是那种控制要求的习气起来之后啊。感觉不到自己心的状态了，也感觉不到他人心的状态了。尤其啊，我们要教育孩子学生呢，随时要能感觉到他的心，知其心呢，然后可以救其思啊。这个知其心很重要啊，
我们不了解他的心啊，根本没有办法契机的去护念这个孩子。所以这个礼记学记这些句子啊，都不能划过去啊。知其心，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在感受他的心呢？有一个孩子啊，常常迟到啊。那老师假如只看到他迟到的行为是这个外表，一着相了，着相就生烦恼了。哎，你怎么又迟到了，就给他一顿骂了。哎，假如哎老师看到他又迟到，首先可以感觉到其实他也很惶恐了，甚至于是他已经被骂习惯了，正在准备要被骂了。这个时候我们先问孩子，你吃早餐了没有啊？可能孩子一听可能一愣了，他本来已经准备好要被骂了。所以李炳南老师说，见人错事啊，不指责啊，要协助啊。你看这个孩子常常迟到，我们要协助他。他为什么会常常迟到？可能他家庭对他的关爱不够啊，他没有养成好的习惯呢，或者根本就没有人在打理他，都有可能的。我们先关心他呢，让他感觉到温暖了，不一样了。所以掌握情绪啊，才能掌握未来，不能着相了。掌握谁的未来啊？掌握自己跟有缘人。比方说我们在教学生呢，我们掌握不住情绪啊，我们的未来会堕落嘞。尤其掌握不了情绪发脾气的，嗔恨心啊是地狱的影业嘞。大家应该记得啊，师长教导我们呢，贪心是恶鬼道的影业。愚痴是畜生道的影业。嗔恨心是地狱道啊。假如我们善体会啊，听完这一句话告诉自己啊，不能再造地狱因了。要下大功夫啊，调伏嗔恚心啊。理事不恶啊。老和尚每一句道理啊，我们善学的话马上把这一句道理结合到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嗔恚心不能有啦。我是要到极乐世界啊，一真法界啊。十法界一正庄严呢、那我们知道平等心啊是佛法界啊。那我明白这个道理了，理事不恶，我事相怎么做呢？那我对
家人要平等的，对孩子教育不能偏心哦，平等的。对待学生平等慈悲啊，对待穷人富人地位高地位低的人平等恭敬啊，哇，那每一天起心动念一言一行种的都是佛法界的因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叫身则决定身啊，佛法界的频率啊，什么时候接上去的？当下起心动念一言一行接上去了。假如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接通这个频率，然后期望临终的时候接通，大家想有没有把握啊？有点危险。所以《无量寿经》开篇德尊普贤第二啊，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我们念这一品经呢、念了多少次了、很多次了哦，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什么时候修啊？当下。种的都是极乐世界的种子。第一，礼敬诸佛啊。普贤菩萨的心量啊，我们要学习啊，广大的心量，平等的恭敬啊，礼敬诸佛啊，一切人是诸佛啊，一切有情众生都是诸佛啊，甚至于是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这山川大地包含桌椅板凳都是诸佛啊，都礼敬啊，所以宽转弯勿触人啊，不要伤了自己的身体，也不要把东西撞坏了，礼敬啊，缓接连勿有声啊，动作不要太粗鲁啊，这一句情与无情同源种智，你看这是理啊，事呢情与无情都恭敬了，所以不浪费水啊，不浪费电啊。李炳南老师指导的尘气勿毁啊，这个东西已经做成了还可以用，不要把它丢掉浪费了、还可以用，尽量用、其实啊，要看一家人的家庭教育怎么样，孝不孝顺，节不节俭，到他们家就可以观察出来了。看人很重要啊，人生很多最关键的时候都是要会看人。比方你要找对象了，这是终身大事啊，要会看哦，你看错了就在劫难逃哦。
你看得准啊，有定力了，那能把恶缘转成法缘，是吧？都是缘呢，虽然一定会遇上它，结什么缘呢？自己要有定力呀、啊。啊、哦，门当户对啊，首先是思想观念、价值观呢、啊、相应。哦，不是去查人家家里有多少钱啊、哦，哇，那个就麻烦了啊。啊，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啊。以社交者花落而爱语啊，这个不妥当了。嗯，包含交朋友，青少年以上啊，受朋友影响大了，你不会看人不行啊。你自己有福报用人了、啊。甚至于我们的团体是为大众服务的，我们用错一个人可能会影响大众的信心哦。知人善任都要知人哦。所以也要看得懂人呢、啊。刚刚我们提到医报随着正报转，所以要看一个人的状态也不难了。可是我们人与人就是有爱缘慈悲啊，过去生跟他关系不错，哎，这一生一遇到了，哇，就跟他交情不错，好而知其恶，物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啊。其实这一关就不简单哦。你喜欢一个人，能看到他的不足，你一见这个人，感觉不是很对头，但是你却能看到他的优点。物而知其美者，这样就已经不简单了。人能把爱真的心放下，看人看事啊，才看得准啊。所以佛门讲慈悲啊，四种慈悲啊。第一种叫爱缘慈悲啊。这种慈悲会慈悲多祸害啊。再来是众生缘慈悲啊，你看这些忠臣，他都是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在着想啊，不是哎，我今天喜欢这个人，我对他好；我讨厌那个人，我对他不好，不是这样的，那都有公心的。哦，所以用人重要啊。知人善任，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你会用他都能发挥，都不能用错。他大大咧咧的，你最好不要让他去管钱。他一看好像人家欠他很多钱，你就不要让他去搞外交啊，是吧？啊，当然人会变啊，他慢慢学佛了啊，一年之后像弥勒菩萨一样，那就可以让他改搞外交去了。啊，这个都是活的哈，不是死的哈。啊，我们活学活用啊。刚刚啊跟大家提到了
掌握情绪啊，才能掌握未来。首先掌握自己的未来啊，教育啊是神圣的，教育价值是很深很远的。一个老师用爱心让一个浪子回头了，你说这功德大不大？他一回头啊，他的子孙的命运也会改变呢。他会对他的孩子说啊，你爸爸很有今天，就是我那一位老师给我改变的，他是我的贵人呢。你看他子孙的命运都是因为这一位老师改变的。你说这个功德怎么算呢？哎，积功累德的因缘呢。但是我们嗔恚心扶不住了，它变成造业了，你看天壤之别啊。所以能掌握自己的未来啊，我们平等慈悲啊，我的未来是到极乐世界做佛啊，然后也是啊，掌握孩子学生的未来啊，因为父母老师啊，在他们成长过程是最重要的助缘的啊，我们在他们心目当中是很崇高的啊，我们爱护他，他的善根就增长了啊，我们用贪嗔痴最对待他，他没信心了。哎，一个人对父母老师产生怀疑啊，产生抵触啊，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啊。你看那小朋友，我爸爸说，我妈妈说，我们老师说，你看那种对父母老师的信任啊。其实陈德面对一个叛逆的学生呢，首先呢，我们是觉得很怜惜啊，然后觉得能感受几分呢，他内心的挣扎痛苦。谁愿意对父母老师啊怀疑抵触呢？他这个念没有转呢，他一生都很痛苦啊。他能从非常信任父母老师到很叛逆啊，这整个过程他的心路历程有多痛苦啊。所以我们的心呢，常常能够去体恤啊，真的不容易发脾气了。能体恤别人的人，这个脾气啊，慢慢就发不起来了。脾气从哪里来的？它有一个基础啊，那个基础叫我啊，我嗔呢，没有我哪来的嗔呢？我都跟你讲几次了，你怎么还不听啊？脾气就上来了。所以《了凡四训》教我们，改过啊，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心是根本的，
我们有我啊，才常常起我见、我爱、我嗔、我慢、我痴啊。我们能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呢、啊？这个是会改过的人。哦，那贪嗔痴这些习气啊，就好像叶子一样啊，啊，摘了右边的叶子，左边的叶子又长出来了。啊，但是如斩毒树，直断其根，那就不用麻烦了。啊，直接从根本呢、啊，就把贪嗔痴啊斩断。啊，老法师有一句妙法，念念为他人着想。啊，我们能提得起来了，就不容易起嗔恚了。所以掌握情绪啊，才能掌握未来。所以学传统文化，学佛啊，我们也得善学啊，善体会啊。不善体会啊，有时候越学越执着啊，越学越控制要求啊，因为我们学了之后懂道理了，变成去要求家人，要求他人，那这么殊胜的缘变成我们增长控制要求的真上缘了，万法因缘所生哦。因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啊，我们没有善观己心呢、啊，我们就没有观察到我们在殊胜的缘当中增长控制要求了。哎，善用心的人呢、啊，在最严重的逆境恶缘呢、啊，哎，缘是逆境恶缘呢、哎，但他善用心。他反而快速提升，这是师长老人家给我们的表演哦。哦，面对逆境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佛陀也给我们表演了，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多大的恶缘呢、啊？但是他成就的忍辱波罗蜜、持戒波罗蜜，本来是在弥勒菩萨之后成佛的，就好超前了。善用心啊，善学啊，真的，我们善用心啊，一切境界。都是来成就我们的。我们能相信这一点呢、啊？哎，那我现在哪个人哪个事啊，让我很烦恼的，转个念呢、啊，那就变成成就提升自己的人事境缘了。学佛就是学。改心呐、啊，转念呐、啊，一转烦恼即菩提呀、啊，啊，危机以及转机呀、啊，悲化悲愤呢、啊，就成力量了。老法师常说：“你会吗？”这个会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了，不起分别执着，能控制住脾气啊，
能用真心啊。什么是真心？牵挂六爻皆己啊，代表什么？我们的心很谦虚啊，没有一个境界不吉祥的，都是好事的。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就是谦虚啊，只有我是学生，其他一切人事境缘都是老师。逆境二元是老师，他要教我什么，他在提醒我，我的内心啊还有这些情绪啊，我要把它放下，都是来成就我的。好，面对这个学生，我们也是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的，他就是来提醒我，他就是来磨练我，让我的耐性啊没有底线，还有底线呢，那迟早要发脾气了。没有底线呢，他成就我们忍辱波罗蜜啊。真心一法不立呢，还有个底线，不是还有一法吗？真的哦，我们都不发脾气了，都是用真心了，铁定这个孩子的善根被我们唤醒了。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呢，好，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这一段话后面是真意其所不能啊。我们得在每一个境缘当中啊，能看得到自己的毛病习气，立事练心呢、啊。透过这个事呢，练心啊，把完美主义放下。那个太执着了，把控制要求放下，哦，把这个容易担心别人做不好放下，转成信任他人，哦，把喜欢掌权放下，转成懂得授权。改自己的性格啊，真意其所不能呢、啊。好，所以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好，我们不能把注意力都放在孩子、学生身上了。其实，在境缘当中，首先要关照到自己的心念。我有没有念念体恤他？我有没有扶助贪嗔痴啊？都是以修身为本。我们改心。把容易着相的心啊，改成时时都看到根本，从根本下手啊。什么是本？心是根本啊，修身是根本。孝亲尊师啊，是根本。
德者本也，才者末也。我们在境界当中都能考虑君子务本，我们才是真正挚爱爱人啊。我们一看事情都是看枝末，我们一处理事啊，舍本逐末，也出了很多力，但是好像觉得事情啊没有太多改善，常常处理枝末啊。我们说都是症状解啊，后面会延伸很多问题的。甚至会有副作用哦，这都要我们自己去体会的。哦，那师长教导的都是教我们从根本，从哪里下手？从伦理、道德、因果，让孩子的心地有羞耻心，有敬畏心呢。好，我们看呢这个第二点呢，啊，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责，能为子弟做榜样使，能成为子弟的好榜样啊。这个使字啊也不能划过去啊。从哪里开始？从哪里下功夫？从身教呢。我见过一些家长啊，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听到不止一次的啊，我都跟他讲很多次的。其实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对于教育比较侧重什么？讲言教啊。身教是言教的基础嘞。我们今天要讲他的那一点，我们先做一个转变，先不要又忍不住要讲了。我现在要提醒他的，我做到没有？假如这样反观哦，感觉啊，太多我们要先下功夫了。比方说陈德要提醒同学，你这一点要注意哦。我提醒人家的那一点我自己做到没有？这么一想啊，觉得自己啊要用功都来不及了。不好意思讲别人了。所以有一次子贡在批评别人，子贡方人，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孔子对子贡说：“端木赐啊，你很贤德了吗？我的话呢，是没有时间去挑别人毛病了，不暇就是没有那个闲功夫了。”因为假如要去要求孩子学生的，我要自己要先做到啊。我呢，我觉得我48小时都不够。比方说要叫别人拜佛，自己都没拜，我都不好意思叫别人拜佛。要刮别人的胡子，要先把自己的刮干净。这是小时候看的一个广告啊。好，所以真的
我们希望啊，孩子啊，这个家庭里啊，有家规可以给孩子效法，但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我们之前呢，跟大家有谈到，佛化儿童读本，这个呢列出来的德目啊，有28条，还蛮掌握啊，做人做事的纲领。那我们呢？能为子弟做榜样，那子弟就有法有责啊。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了，第一是孝亲，我们再复习一遍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与我实为一体，我爱自身应孝父母，能不入身呢便是荣亲。其实这一句都让我们想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荣亲，孝之终也。好，陈德一看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一句话呢，我就比较没有资格跟大家探讨，自己也没有好好爱惜身体。得从这里做起了，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早睡啊很重要，这个早睡啊还要有配套措施，就是睡觉以前呢，最好不要处理事情，睡觉前一个小时啊就先把手机关闭啊，不然呢，这个有时候看着手机啊，本来9点半10点要睡觉啊，拖啊，可能就11点多啊，然后躺上去了，脑子里很多事还在那里转啊，慢慢就不好睡觉了。的恶性循环呢，所以早睡啊，睡前呢让心能静下来啊，静下来默念佛号啊，再来这个搓搓脚心啊，心肾相交啊，这都对呀，睡眠呢有帮助。还在拍中焦啊！好，现在人的中焦不通啊，现在人这个普遍的现象啊，气虚啊，阳气啊不足。因为运动太少，晒太阳太少，还有呢，笑容太少，喜生阳啊，动生阳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呢，都笑不出来，然后阳气很盛，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习元气啊，服药无益啊，
啊，这个林则徐先生讲的这个实无异言，真的都是从根本在指导我们。啊，习元气的话呢，绝对不能熬夜了，不能生气了。啊，你说为大众啊，真为大众啊，也要考虑的长远啊。啊，你拼的都熬夜了，旁边跟你配合的人跟着熬夜，那最后呢？啊，最后人家啊，就像曾经有同学对我讲，啊，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呢，说蔡老师啊，学传统文化都像你们这么瘦吗？你看流弊就很大了。啊，了凡四训善恶啊，有四善有非善，其里面就提了，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呀。其实我们要当父母的人，当老师的人，当领导的人，心要静下来去感受，感受一种无形的磁场，无形的一种循环。它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其实熬夜啊，就是一种恶性循环。早睡早起就是一种良性循环。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今天精神不错啊？昨天就很老实啊，八点半就有人催我，手机关掉了，手机关掉了。啊，所以护法还是挺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要啊，要真下决心了啊，真改过才行了。啊，你假如没有睡饱了，隔天还要讲课啊，那是。硬提起精神的，硬提起精神，那个对啊，自己内分泌系统啊，消耗很厉害的。好，啊，所以我们学传统文化从哪里下手？从不熬夜下手啊。这个最比吃什么都好的，就是睡足了觉。当然不是贪睡的啊，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再来呢，一来是气虚啊，二来了肝郁啊，这个肝经都有淤堵了，都有内伤。所以我们呢，对自己来讲啊，自己想到什么人事啊，心里会闷闷的，要把那件事放下。啊，这个都放下了，肝就不郁了啊。再来呢，不能造成别人肝郁。出言要顺人心啊。不要人家一听完我们的话呢，啊，就心里好像就装了颗石头，给人压力很重。这个我们都要体恤得到啊，要让人如沐春风。啊，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有哦，哎，这句话什么时候落实啊？啊 ，right now，
明日复明日啊，明天再做，明日何其多啊！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了。做事须循天理啊，出言要顺人心呢。都能体恤到别人的接受度。这个也是。涵养啊。孔门四科，德行言语，言语占第二项。政事文学。那办事的过程呢，都要体恤人心。凝聚人心。你越体恤人心，越凝聚。君是视臣如手足啊，则臣视君如父心啊，都是感应啊。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看自己的心跟感应来的境界是一不是二啊。爱人者，人恒爱之人，都是因果呢。绝对不能呢，事情做成了，人心都离散了，分崩离析了，谁也不想跟着团体干了。所以在《论语》里面也有教啊，足食足兵，民信之而已，民信之啊。子贡很会问问题啊，必不得已而去啊，这三者何先呢？孔子说的去兵啊，必不得已啊，要去掉这两个其中一个，要去哪一个？去死。就是这个名性之没有去掉。自古皆有死啊，名无性不利啊。其实我们真的会体会这句经文的人，就知道什么最重要，人心啊。一个团体为什么会垮？没有体恤到看不到的人心。一个团体为什么流动率那么高？这都是个结果啊，因在哪？可是呢，身为领导者能反省啊，不容易哦。能反省啊，可能就能梦到孔子了。因为孔子说：“已矣乎！啊，算了吧，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我没有见到能知过，见其过啊，内自省是悔过啊，能知过悔过就不容易了。所以假如我们领导者看到这些情况呢，啊，反求诸己啊，那真的会梦到孔子哦。现在假如领导者不反省了，为什么人都走了？我们没体恤啊，没有体恤他的身体，没有体恤他的家庭。他来护持众生的事，我们要护持他的生活啊。义工，义工，这个义字重要啊。义工不是拿不拿钱，那太着相了，是道义之交啊。我们得先把道义展现给义工看啊，
我们要护念好他没有后顾之忧，我们要护念好他的法身慧命。我们不护念好他稳定的修学，那请问他能做得长久吗？我们连最近的这些红护的干部我们都护不了，我们能真的把大众护持好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哦。近处不能感动，未有能及远者啊。儒家的次第啊，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由内而外，由近而远。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这个家不是只有血缘之家哦，老法师有智慧哦，提倡了家文化。看到什么？看到现在大家族啊慢慢没有了，很少见了。可是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敬教的环境啊。企业家，团体就是一个家，企业就是一个家。你有这个家的氛围，同事之间不分彼此，你的小孩看到了，公司办旅游，这孩子们都来了，甚至你公司里面办安亲班，孩子下课了，父母还在上班呢，你企业家以父母的心来体恤员工的难处，君之视臣如手足啊，则臣视君如父心啊，在哪里落实啊？那员工就在这个家的氛围里面成长。人工作的时候啊，他的德行精神层次也要提升啊。所以我们不能着相啊，弘法的对象不都是大众叫弘法。眼前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弘法的对象啊，都是我们护念的对象啊。你要佛弟子，你要爱护众生呢，首先爱哪个众生呢？离我们最近的父母啊，另一半呢、家人啊，实在讲，离我们最近的家人，我们都不能体恤他们，然后说我们能够去利益众生，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啊去反思啊，去勘验的地方啊。哎，我们听过不少啊，喜欢到道场，不喜欢回家。为什么？到道场去，人家哇，你好发心哦，听的都是赞叹呢、很高兴呢。一进家门，听到一些批评、指正呢，很不舒服了，不想回家了。其实实在讲啊，
谁最了解我们？家里的人。家里人是爱护我们，所以愿意讲我们的。哦，哎，我讲到这里啊，可不要大家啊，课程一结束啊，对着你另一半说：“你看，刚刚陈德法师说的啊，肯讲你啊，是爱护你啊，哈。”好，我什么都没说啊。忠恕之道啊，道也者不可虚于离。这个忠恕的存心虚于离也啊，我们就是妄心烦恼做主了。忠是什么？严以律己啊。我们听到的这些教理也是先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别人。恕是宽以待人。我们有诸己求诸人，无诸己非诸人。我有了这个优点呢，我再去带动别人有这个优点。我去掉了这个缺点呢，我才好去护念别人，把这个缺点改掉。其实我们去感受感受啊，为什么我们去劝亲人？不是马上能改变，因为他心里不是很痛快，不是很服气啊。每一次听完我们的话，是有道理，但是心里就有一点不是很服气啊，说不上来啊。是服人心不忍，道理啊，你用道理啊，人家有时候也心不忍。理服人方无言呢，那个理是什么？你真正做出来了，正己化人，这个化是自自然然的，被我们感化了。好，我们看孝亲呢，再来是友爱，哎，你看这个编排的次第也是君子务本。兄弟姐妹手足骨肉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啊，尤其啊兄弟睦孝在中啊，所以兄爱弟敬和和睦睦啊，相推相爱家庭之福。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第三呢，敬师。师的师言道尊，人伦表率，道德学问，是孝是者。养我蒙正，教我家模。不敬其师，何能受益？父母教孩子尊重老师，老师教孩子最重要的孝顺父母，这样孝亲尊师的大根大本就帮孩子扎下去了。谈到这个敬师啊，承德成长过程呢，也有遇到老师啊，打我们打得很凶啊，当然，在那时候的大环境啊，成绩逼得很厉害啊。老师啊，说实在的，也是为了我们成绩好啊。但是我们当老师也不能着在那个分数上啊。
说实在的，成绩是你不体恤他，然后可以打出他长久的成绩好吗？我们也不能只顾一时啊。但是陈德那时候也感受啊，老师也很难啊，为了给我们上课呢，礼拜六礼拜天也没时间陪子女了啊。我感觉我们这两三代人都挺不容易的，大家都比以前的人忙，比以前的人辛苦，真的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得忙得有价值啊，得跳脱这个恶性的循环啊。什么恶性循环？越活越笑不出来了。那到底人生的努力是为了什么？那有一点呢，陈德是非常感谢父母，就是老师打我们这么凶啊，其实这样是不妥当的。但是呢，父母对老师没有一句批评。反而都只是讲老师啊可贵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啊。假如陈德的父母啊对老师有批评了，那很可能陈德就遇不上师长老人家了，甚至于是呢遇到了也不一定会珍惜的，因为那个对老师的尊重啊不足了。哎，所以纵使老师打我们打得有点过分了，哎，毕业了陈德也会去找老师，也会去关心老师。这个尊师的态度啊，没有失去的话呢，终身受用了。所以我们要忍住情绪哦，不要轻易批评老师。对呀。哪怕真的老师做错了，我们能体恤老师的情况，引导孩子去体恤，事事是好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对了，都能用中恕之道去对待这些事情，我们也把中恕之道啊就展现在孩子的面前了。其实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他的人生都是遇到逆顺境善缘，不可能的。哪怕你是遇到一个善缘，跟这个善缘相处的过程也会遇到一些情况啊，除非你这个善缘这个人是圣人，是吧？所以我们的孩子学习懂得体恤别人，懂得包容别人，那是人生必修的课程。那请问在什么时候修啊？就在我们父母的身教当中学到了。陈德啊没有听过自己父亲啊在批评哪一个朋友，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这个都是事后回想的。
哎，在观察自己的姐姐，他们不会怨天尤人。遇到什么情况了，都是提起什么，哎，怎么来协助，怎么来处理，不会呀、很多怨言。这个父母的身教真的是潜移默化的。所以真的我们现在这些德牧啊，我们首先呢看，我自己啊要先做榜样啊。第四啊，择友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朋友相处啊，有损有益，益者敬之，损者怨之。当然这个怨呢，是先不受他影响，不是跟人有对立，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现在呢不能影响他，还会被他负面的影响，那我们就先要提升自己，等我们能量够大了，能够影响他，不被他影响，我们再来帮助他。我们对人没有一种嫌弃排斥，所以劝善归过，端赖扶之。对呀，朋友相处，我们有时候遇到是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所以以文会友，以友辅人呢，朋友会劝我们，提醒我们啊，善相劝，德皆见呢，端赖扶之啊。所以修学的路上，良师益友重要啊，善友为一啊。好，第五布衣，其实这些德牧啊，这些开解啊，都给了我们正确的观念。这正确观念不赶快扎下去啊，会受到错误的价值观影响，就容易随波逐流。你看，衣贵洁不贵华，可是不少孩子现在都是跟人家攀比哦，都要穿名牌的哦，他的一生就很累啊。这衣取遮体啊，衣服的功用是什么？遮体啊，兼以御寒啊。大布之衣啊，习服养廉啊，穿得暖就好了。墨线绸缎啊，锦绣华美啊。择了福寿，自暴自弃了。那把福都折掉了，那就不自爱了。好，这个是讲到啊，穿衣了。再来吃啊，六呢，蔬食。蔬食卫生，其实这每一个纲目啊，在我们教学的第一线的都可以再展开的啊，都可以啊，机会教育啊，看发生了什么事，当然对孩子来讲，我们都可以
肯定哪些啊惜福的孩子啊，啊不挑食的孩子啊，带动其他的小孩，相关而善之为谋，啊蔬食卫生，啊肉食伤身，啊因为啊杀食恨心啊，其毒非轻啊。啊，现在不只是杀的时候会，他会嗔恨，会有毒啊！啊，喂他吃的这些东西，荷尔蒙、抗生素啊，都在里面的。所以误贪吃肉，吃了虚还啊，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啊，还的时候啊，真个可怜呢、啊。当然这些讲啊，我们一开始说的不要让别人误会我们在传教啊，哦，这个善巧方便呢，大家得看着办了啊。其实你说因果用儒家的道理就可以谈清楚了，你不要让他觉得哦，你是不是在传佛教啊，事无碍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不是因果教育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好，我们看那个德育古建，符合五伦八德了，他的善报是什么？不符合五伦八德了，他的恶报是什么？我们五伦八德啊，都跟因果教育融在一起讲，人家不会反对的。哦，当然我们能敏锐到别人的接受度了，啊，看那看不到的东西，这个接受度啊，得我们去体恤人心的状态了。哦，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跟大家请个假啊，这个下礼拜啊刚好有事啊。那承德呢邀请啊赵小龙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春学旧语啊，他自己。很用心学习的，也跟大众们啊分享过几次啊。闻道有先后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一部书呢，他下的功夫比我深啊，请他跟大家啊做个分享啊，两节课啊。这个春学旧语里面呢。这个刘洪典先生啊，承德感觉啊，他是应以私塾老师生得度啊，即现私塾老师生而为说法啊，也是一个菩萨啊，他把他一生教学的心得啊写下来了，而且我们感觉他述而不作啊，他这个做老师的这些心境啊。都是依据《论语》，依据经典的指导啊，所以我们一起学习啊，《春学旧语》也是在学习《论语》哈，里面好多重点，尤其是对师生关系的这些《论语》的经句啊，我们要好好去体会。从孙学旧语我们深入怎么为人师表，那我们这一条教学之路啊，就积功累德，我们现身幽入圣贤之域，抱敬高登极乐之乡啊，我们同生极乐国啊。好，谢谢大家。大众请合掌，谢法师慈悲授课。
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谢谢。法师，恭送法师，好，免诵阿弥陀阿佛。弥陀佛。好，今天不熬夜哈，大家早点休息。好，阿弥陀佛。好，再见。Thank you.